及各位代表，各位贵宾，各位好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非常的高兴，我们马祖连江县啊，在福州渔业州国际渔业博览会来这里设馆，我跟大家一起来这里主持这个开馆仪式。过去马祖一直扮演两岸交流交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从2001年两马小三通从马尾到马祖的航线开通以来，两岸从小三通进步到大三通，不论从交通、观光、旅游、文化、体育、经济等各方面都有密切的往来。今年我们特别来参加国际渔博会的展出，未来我们希望在既有的基础下，马祖跟福州能更进一步的加强渔业经济、渔业发展、渔业科技等方面的交流合作。马祖对福州来说是最近的台湾，马祖就在闽江岛外，最近的距离只有9公里。去年12月23日，我们又开通了一个福州黄岐到马祖白沙的航线，航程只要20分钟，近在咫尺。特别我要跟大家报告，马祖独特的地理位置，非常辽阔的海域，非常丰富的海洋资源，非常独特的海洋生态环境，对于海洋经济的发展潜力无穷。报告我们台湾最好的海洋大学，国立海洋大学张校长在这边明年就要在马祖设立国立海洋大学马祖分部，现在正在积极筹备招生之中，其中第一年我们招生100个名额里面就有10位的入生，欢迎大家以后到马祖来学习海洋科技相关的知识。我们希望善用这样子的一个资源，加速两边的海洋合作，发展海洋相关产业，发展海洋相关科技，以及对海洋学术做进一步的研究，以致促进两边的繁荣。我想未来，我想马祖不仅仅会扮演两岸交流的一个重要角色，我更希望马祖变成两岸交通的枢纽。现在马祖是一个非常热门、非常吸引人的一个旅游地区，非常适合慢活，非常适合度假，一个依生必去的自然景点。它不仅仅美丽，它有独特的生态、独特的文化、战地风情。它除了这些独特的生态、文化、美景之外，还有独特的美食，还有非常吸引人的美酒。我希望小三通黄岐到白沙的航线非常便捷、非常便利的来体验马祖的美，来分享马祖的特色。我想马祖杰森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县长。刚才呢，通过我们的县长的一系列的介绍，我相信大家可以听得出来我们县长对马祖深切的爱。当然我们刚才介绍到的有非常多我们马祖的风光，在我们今天展区，你看每一个我们网上的这个我们的图片上都是我们的马祖风光，欢迎大家到马祖来旅游。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台湾立委陈雪生先生为我们致辞。发言，马祖是海的家乡，马祖以前是战地，因为战地的关系，马祖是全世界坑道密度最高的一个地区。今天莅临马祖，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您来。可
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立伟特别喜欢旅游哈。那么也希望我们的好朋友们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马祖旅游，因为马祖现在呢是力推我们的健检游，也就是大家可以来到这里观光我们的马祖的特色的景色之外，还可以做我们的全身健康检查，这个是我们的特色所在哈。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马祖连江县议会张永江议长为我们致辞。好，县长、委员、校长、教务长，还有副议长，还有我们所有的同仁，还有风景以外哈，就是美酒，酒哈是更好。好，我们想说县长上任以来哈，一直跟我们讲，我们马祖应该更重视海洋上的资源哈。随着我们在今年啊，已经跟大陆之间已经签订核定，有五个这个港口地区哈，来跟我们海洋大学、跟我们地方上做合作养殖的活动啊。所以我想说，在这方面，我也希望所有的大陆好朋友们一定要来马祖走一走。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您。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跟我们县长，还有我们陈立伟议长，大家能够来到这边参加一波会，尤其我们马祖馆的开馆相关的活动。刚才县长还有陈立伟所谈到，我们海洋大学，台湾海洋大学是全世界，跟各位好朋友报告，我们是全世界在海洋科技领域里面最完整，全世界在海洋相关的大学排名第一名的台湾海洋大学。我们看到马祖的重要，连江县的重要，风地理位置、航运线等等的观光的重要，我们特别破除万难，明年2017年在马祖的北竿设立海大马祖分校。我们特别在马祖培养关键的人才，包括养殖，包括渔业，包括食品，包括观光，包括海洋工程，包括海洋经营管理、航运等等，是非常重要，是两岸海洋发展共同所需要的人才。三秒钟，一起来一饮而尽好吗？来，准备，3、2、1。我宣布2016海峡服装渔业周中国服装国际渔业博览会马祖馆正式开幕。下来是吧？对对对，好，给我看。
还有宜得的海洋生态环境。那我们明年啊，在马祖，我们台湾最好的海洋大学，国立海洋大学，要在明年设立马祖分部，开始招生。所以说，我们觉得以马祖的地理位置的优势，以及丰富的海洋资源，可以跟福州建立更紧密的海洋经济、海洋产业、海洋学术、海洋研究以及海洋相关人才进行合作。所以这次在今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展馆的丰富，我们将马祖的特色自然景观、海洋生态、山地风貌等特色相结合。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平台啊，能够促进两岸渔业、海洋经济、海洋学术以及海洋相关人才的进一步。